原来你们当年不选择我，是因为我是一个妇人。母亲，你知不知道你再超前一步，你就没命了。 公主大人，我真的只是个妇人吗？不，你永远都不会是妇人。前辈，有什么办法可以留在这里？ 缘分既尽，何必执念呢？我答应过他，要保护他一辈子，哪怕是为此付出你的一辈子，也不后悔吗？不悔。夕颜。